对准这个，插杆插下去，把这里对准，按下去可以了。啊，按这个按钮才能拉上来。压下去，然后再用力压，这个支架张开了，啊，再推，啊，一定要按着下面的按钮，还是按钮才拉拉上来，当最上面，不可以收，再放下来，再按这里压下去。按这里才压下去，然后也试下，再提起来，按这里才提起来，按这个小黑色按钮才提得下去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再从上提。取下一定要注意啊！你按这个白色的圆按钮才可以往下去按下去，然后往外一推才取得下来，然后拔出来可以了，是吧？啊，一般我们都装个，不过呢，下次就把它装到包里去。然后是我们这个轮子太窄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加宽也可以，按这个按钮往外一拉就可以加宽了这个轮子的宽度，这就我们方便我们平稳的运行啊，这边也是哈，你看，一按下去一拉啊，在轮子加宽就是整个更平稳一点。啊，同样的道理，要收起来也是按照这个按钮往下，你们一推就收起来了，这边一样的。这一个卡口，把它压出去。